依然感到清新天动光明最美的心未知不是宿命死亡难得公平你也所有伤痛黑夜无处避行太阳跃上了天空灿青色的美丽一觉醒长官，按规定不能和犯人有任何接触。你的老茧部位在虎口和指根，不拿3年以上的手枪磨不出来。写了5年黑板的人，老茧应该在手指的前2节。而且你刚戒烟没多久吧，我说话的时候你的手不自觉地抬起，食指和中指习惯性地分开夹起，因为心脏病戒的，还是因为任务的特殊情况？什么特殊情况？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想可能是为了方便定期传递情报吧。贵党给你安排的妻子有需要定期取药的支气管炎，而你作为体贴入微的丈夫烟不离手，显得太不合格了。贵组织的一切设计都没有问题，但是时间太短了，不足以让你变成另一个人。看来苗长官教的你一点都没忘。无数兄弟姐妹用生命交的学费，我怎么会忘？方处长，警察局刘局长请你喝茶，很急。正好，先缓口气儿，你们继续审。前两天不是刚给他们送过礼吗？怎么又要请喝茶？学生又上街了，市长大发雷霆，想请咱们帮忙。平时一个个都趾高气昂的，遇到这种脏事儿想起咱们。警察局刘局长亲自来的电话，他实在压不住了。哼，就是以他为首，最大的废物。克海还习惯吗？还可以，以前的本事没忘，只不过做事情还是不够狠。他的背景调查清楚了吗？需要？调查清楚了。我正在想，给他安排一个什么位置。以你们的交情，起码不能比我低吧？那是肯定嘛。兄弟，你抽烟吗？长官不抽烟，难道麻烦你一下吗？帮我替这位仁兄去买包烟，我觉得抽根烟能让他更冷静。是。受苦了，命还在。既然进了76号，掩饰身份就没有必要了。能不能活着出去？和身份没有任何关系。既然身份不重要，那没有必要在上面纠缠什么。因为对恶魔而言，掩饰身份就是侮辱他们的智慧，他们最在乎的就是这个。
他们。等等，你不是恶魔中的一员吗？你是吗？身陷地狱，成魔成佛，不过一念之间。成鹰除旧，月照西厢。一生一死，难道真能自觉？身影消失。长官，烟。给他点上。我不抽烟。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算了，都是要快死的人了，何必为难呢？给他留两根烟吧，回去以后想抽再抽。别坏了规矩，让他自己拿。是。你们处长也不在，我也审不出什么。撤吧，你把他带回去，我出去回回神。闹得这么凶，这帮学生啊，还是太年轻了，没吃过亏啊。学生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最好煽动的，一点就着。不过灭火也容易，给点教训就蔫了。我倒是不在乎多抓俩人，但是总得有点好处吧。不明白。这么说，他们两个所有的交流，都是在等那个审讯人员走之后才进行的。是的，而且说的云里雾里的，我听不大懂。都录进去了。都录进去了。你先去吧。是。哎，等一下。这两根烟，确定没有经过陈克海的手？我确定，绝对没有。不信您问那个买烟的记录员。是。老金，成鹰除旧，月照西厢，有人愿与足下分任之。真没想到，你连自己人都监听。我是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不错。你背景处理得相当清爽，以至于我想抓你一个家人胁迫你，都没办法。你自己觉得有恃无恐，赤条条往来无牵挂，对不对？不过我相信啊，贵组织一定知道你家里的情况。天津站被查的时候，我在站里留了两封信，一个是你的家书，另外一个是你同事的家书，在你同事家书里，我当然是写了对贵党的豪言壮语。你猜你的那一封写的是什么？
你太卑鄙了！你放心，要命的内容啊，我都用了隐形墨水。只要你老实交代，我相信啊，贵党一定还是认为你家书里面写的是豪言壮语。怎么样？我相信。我相信党组织他们的判断力。我也相信，我也相信贵党的判断力。但是我跟你讲一个事实啊，漫长的审讯会摧垮人的意志的。如果被组织怀疑是什么后果，不用我多说吧。你给我听好了，我只问你一件事情。今天审问你的，我们的那个同事，是不是你们的人？能不能学会敲门？哎，废啥话，瞅啥呢？赶紧吃宵夜了。没听说吗？牢里的犯人招了。哎呦，招了就抓人呗。哎，对了，抓人不是该你们真行组吗？你干嘛呢？你知道供出来的人是谁吗？那爱谁谁，不感兴趣。快吃吧。柯白，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刚煎好的沙利文牛排，陈叔，别凉了。哎，干什么呢？从南门刚买了一批书，今天刚到，收拾一下。我帮你一起，要不然饭都凉了。哎，你放这吧，我自己来。放心吧，我知道你的规矩。小叔，陈克海是共产党。哎呦我，你开什么玩笑？陈凯什么出身你忘了？共产党能接受他？那可不一定。啥不一定啊？你看你那小人得志那样，我跟你说，肯定就是这哥们在牢里熬不住了啊，随便咬个人当替死鬼。以前这事儿不是没有过。那他为什么不咬你不咬我，偏偏去咬陈可海呢？嫌你臭。那你别吃我买的，我拎进来的。咬得着咱俩吗？啊，那哥们也没见过我，还是你亲自把他抓进来的。那陈克海一看资历最浅，不咬还咬谁啊？要我我也咬他。要你你不咬。无风不起浪，陈克海突然出现，你不觉得很可疑吗？陈斌呢？陈克海可不可疑这事咱先不说，就说你咋的呀？老同学回来你贼拉不高兴是吧？我看你这人真是有问题。哎呦我，那陈克海要是不回来？你是不是还得咬我呀？那老子是不是躺黄浦江喂鱼了？你先别激动，我也没有说他一定是啊。这方丽不都去了吗？陈可海是不是共党？明天咱们自然见分晓。再说，陈可海要真是共党，我相信方丽是不可能包庇的。你买的哈，自己留着吃吧。哎，你是上火？大老粗。你知道吗？去年我审了一个共产国际的老谋子，他临死前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喝一杯伏特加。我就很奇怪，像我们这种刀口舔血的人，怎么会嗜酒如命呢？你猜他怎么说？没兴趣猜。误区。他跟我讲，酒是好东西，像我们这种智商和能力都高人一等的人，只有喝了酒，才能让我们的智力略微下降，好理解那些天资平庸的人。这个人也太自负了。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所以直到他临死前，我都没让他喝一滴酒。你也是挺变态的。他们这些人就是这样，总觉得人之将死嘛，就应该满足一些他们的遗愿。但他们不知道，我只喜欢做交易。他们身上没有有用的价值，我为什么要满足他们的愿望？哦，对了，今天那个共产党也和我做了一笔交易。终于进正题了，说吧，他跟你坦白什么了？他跟我说了一个名字，一个潜伏在我身边人的名字。他说的是我。对呀、啊。你说可不可笑？他是不是还说，我们的接头暗号是成英楚旧，月照西厢？苗长官教导过我们，这接头暗号越生活化越好。你觉得“成英楚旧，月照西厢”这八个字生活化吗？既然不生活化，你为什么要向他提起呢？还不是你，成天逼着我立功。我就是想用这几个字试试他，让他误以为我是他们的人，提醒他可以把情报交给我，让他自己去当个慷慨赴死的英雄。而且我几乎都要成功了，你没注意到他那几个问句？因为对恶魔而言，掩饰身份就是侮辱他们的智慧，他们最在乎的就是这个。他们？难道你不是恶魔中的一员吗？你是吗？他应该也是试图在确认我的身份，只要我再进一步诱导，我相信他就可以把情报交给我。这么说，是我坏了你的好事儿？当然了，要不是你操之过急，把他逼向绝路，他怎么可能把我咬出来？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共党另论，你信不信我？我倒很想知道。我要是不信呢？一会儿跟我去部里走一趟，录个口供。我要是不想去呢？你必须去。干什么？公事公办。
差不多得了，就是装装样。是不是很意外，他还活着？说说吧。既然想死，又何必拖我下水呢？我敢说，整个76号不可能有人比我对你更仁慈了。你既然说我是你们的人，自然知道我的底细。说说吧，我的年龄、姓名、籍贯、过往经历，这些资料件我早就忘记了，谁还记得呀？但是，我看过你的照片，这个忘不了。哦，在哪儿看到的？你既然看过我的资料，自然知道我的上线是谁，怎么没一起供出来？你管我在哪儿看到的？你答应过我的，我只把他供出来，你就放了我。我当然答应过你要放了你啊。程英楚就月照西厢，有人愿意足下分任之，那赴死的人应该把情报交给另外一个人啊！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让我杀死自己的兄弟，情报，情报在哪儿啊？可是我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情报，我不知道啊！我行了，对峙也对完了，满意了吗？我可以走了吗？他真的是我们的人，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呀！闭嘴吧你！你先想想你自己怎么自保吧。我真的不知道，要不你们杀了我吧，杀了我！怎么回事？不好，还要缓兵，去把老金给我找来。是，去。扎嘴。硝酸甘油片，他不是有心脏病吗？我怕他受不了审讯，回家路上买了一瓶。放心，我现在就给你审查。行了，别得理不饶人呢。你想死啊？你想死，我偏不让你死。你也不用记恨他。他这个人从小就这样，什么阿猫阿狗死了他都看不下去，更何况是一个大活人呢？我对你威胁没有用了，你就杀了我，杀了我！哎，你看看你这话说的，你在天津站为共产党潜伏了3年，可想而知你有多重要，所以你只要不死，他们就会竭尽全力来救你。你说你有没有用？你，快去叫医生！怎么样？报告长官，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就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加上牢里的卫生条件，很容易引发感染和诱发心脏病，恐怕是不好支撑啊。感不感染的无所谓，只要能撑1-2个礼拜就行。这不太好说呀，也许1-2天就要命，我还是建议去医院治疗。什么都没审出来，人就死了，你能交代过去吗？要不就听任医生的吧，旁边就是日本人的陆军医院，进了日本人的医院，难道他还能跑了？我也知道陆军医院好，但是现在那床位紧张。前两天贼拉受伤，拿了李世群的条子，才特批了3天，又因为这么一个鬼东西，他们能腾出一张床来吗？那就麻烦您了，给他开点好药，让他先扛1-2天。既然去不了医院，给他说说干净点的环境吧。方处长，是您的电话。行吧，就按他说的，给他收拾个安静的环境，吃点好的药。
我去接个电话。是。你在这待着吧，啊。哎，别。一起走，避嫌。哎呀，看你小心眼劲儿的，待着吧。我知道，我知道，治安很重要，确实是。但是我们这是干特工的，实在是帮不上忙。要不您找我们一处的邢处长？对，他比较喜欢维持秩序。哎，您找他试试。什么？杀人？哎呦，我跟您说，肯定是不行。我们是绝对不会残害老百姓的。这我们祖坟还要不要了？对对对。放心，想想办法。我一个市政府小小的秘书，敢对我发号施令，药我查过了，没有问题。还有那家长阳药店，也是十几年的老店，没什么异常。哦，还有啊，那个犯人恐怕是不行了。狱医说他现在病情发展得很快，照这样下去，估计是活不过今晚了。怕什么来什么。这样吧，先从地方医院找几个兄弟看着。嗯，陈凯呢？你一走他就回自己办公室了，说是为了避嫌。避什么嫌呀？我跟你讲，他就是多懒。你去告诉他，整个这件事由他全权负责。让他去找人踩点，把人送过去。好。大夫，咱们这有单人病房吗？有，我带你去看看。你们两个去外面看看，留心有没有后门或者其他出口。一会儿还在这等我。是。这边请。可海同志，辛苦了。昨天审的怎么样了？哦，昨天的事情。彬彬，来这么早啊？行，你忙去吧啊。哎，我听说呀，昨天晚上方离连夜让柯海审的罪犯，结果你猜怎么着？说，柯海被委以重任，这个犯人以后就由他负责。我看他呀，这一把要是干好了，那很快就会升起来。你说你，是吧？累死累活。这一趟天津跑的，结果是给别人做媒。哎呀，好人呐，送给柯海这么大一个功劳，就你这同学情谊，我真比不了。好人，哎呦，这小心眼那样，这不能改改。自从天津站被毁，组织上居然把你派进了76号。以你跟方离的关系，难道？他没有怀疑吗？他肯定会怀疑我。方离生性多疑，他连自己都不相信，更何况是别人。不过组织给我准备的材料非常完备，他绝对查不出问题。说正事吧，老赵现在情况怎么样？你上次给的药起作用了，但是他的身体恐怕不太乐观。不过我为他争取到了送医的机会，只要人送到医院，就可以实施援救。这个你放心，医院我已经安排好了，要不然我也不会在这儿跟你做联络。不过我听说，你是故意让老赵把你给供出来，这招棋太险了。我也没办法呀，那76号不让审讯人员和人贩接触，按照咱们原本的计划，那药根本就送不到老赵手里。我只能让他把我咬出来，接着对质的时候把药给他。
哎，还好，这个老赵知道两支烟的暗号。你跟他都是从延安过来，当然知道这两支烟代表什么。哦，这两支烟代表着他反咬潜伏的同志，争取营救的时刻。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么做太冒险。你是不了解方丽的性格，我们必须跟他玩真真假假的游戏，他才摸不透我的路数。你信不信，老赵把我咬得越死，他越不可能相信我是共产党。看来陈克海不是内鬼。说实话，那个地下党供出他的时候，我差一点就信了。要不是你坚持让他对质，我可能就直接下手了。那就对了，他背景做得这么清爽，要他真是共产党，也不可能随随便便一个人就知道他的身份。而且再说了，如果共产党的保密工作都做得这么儿戏，也不足以成为我们最大的对手了。还有今天那个地下党，他只会一口咬死，没有说出任何有用的信息。这一次，我带人围了他家，还给他戴上手铐，叫他出来，估计是上了他的心了。我得找点东西哄哄他。可是我还是觉得啊，他给那犯人的两根烟有些古怪。喂，好事？来来来，喝水，喝水，快！我不爱喝水。你看你啊，整天的就是酒、咖啡，还没药。你看你都成什么鬼样了？我告诉你，多喝热水没坏处。来，怎么一年没见你还这么啰嗦呀？不喝，不喝，不喝。哎，我躺会儿。哎呀，你呀，不要怪我啰嗦。以前在前方面对敌人，都是明刀明枪，拼就拼了，大不了一死。可是，地下工作就不同了，你不知道谁会在你的背后放冷箭。你需要一个好的身体，这样才能时时刻刻的保持一个高度的警惕。哎呀，行了，好了好了，知道了知道了。时间到了，你出去吧。只要老赵一如愿，我们立刻展开营救。我能再躺会儿吗？我好久没这么安心的待一会儿了。到点了。差不多了，没问题就撤吧。哎，老金。哎，还生气呢？我今天特意来给你赔罪的。那，喂，喂，从哪儿弄来的？怎么样，这份礼够重了吧？你这是打一个巴掌给一个甜枣啊！算了吧，那还我。哎，送出去的东西哪还有往回要的道理啊？那昨天的事情就算了了。我先声明啊，我完全是看在这瓶酒的面子上，否则你八抬大轿来请我也没用。20年的交情，没他们一瓶酒重要，这不很正常的事吗？啊，说正经的，病房看的怎么样？看好了，这个医院之前就接收过部里的犯人。有单人病房，人犯可以立刻进来。陈大公子白费力气了，刚刚接到通知了，日军陆军医院空出了一个床位。哦，看看，这间医院
不仅治疗快，而且非常的安全。这个共产党就算是有三头六臂，也绝对逃不出去。日本人一向重视医院，这外面的岗哨比部里的都多。我估计这个共产党也不会冒险。嗯，阿成，在，带陈科长去病房，我去找一趟院长。是，陈科长这边请。点滴睡着了，你那边打过招呼了？嗯，院长说了，整间医院一到晚上9点就全部封闭，而且外面还有宪兵把守。哦，对了，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去一趟华茂饭店，去参加马市长的就职晚会。我就不去了，我懒得应酬。嗯，这是任务，必须去。什么任务啊？我看你就是想显摆。说正经的，今天去参加的都是各界的名流，你去认识一下也好。哎呦，真不想去，今朝有酒今朝醉吧，还管什么以后啊？行了，别废话了，走吧。就不能不去？我一半的西装都是在这家店订的。哟，方先生，小涛，您来了，哎，快请进。您今天想挑点什么样的款式啊？今天不是我挑，我兄弟挑，找你们店里最好的西装。我今天晚上要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晚宴，来。得嘞，哎，先生，您想要一个什么颜色的礼服呀？黑色的吧。哎，有，正好有。方先生，我新上了一件顶好的黑色礼服，那你们稍坐一下，我去去就来。哎，好嘞。可爱，要我说你家里就是缺女人，要不是也不至于连一套正经西装都没有。前两天陈叔就让师傅上门了，谁知道今天你要去显摆啊？再说了，你家不是也只有老金吗？先生，您要的黑色礼服来了，来，我看看。不错呀，啊，可海，我保证你穿上这身衣服，一保有你小时候那纨绔子弟的劲儿。要我说呀，你也换一身吧，不是想显摆吗？显摆还不穿得显眼点儿，这件白的应该挺适合你。你看看，啊，还是我兄弟有眼光。是，我们两个今天一黑一白，帅炸上海滩。行，别废话了，赶紧去试吧。尺寸不合适，现在他们还能来得及给你改。去给我拿个配饰。哎，好嘞。给我吧。你试试。方先生，您看您喜欢哪一条？高海，来帮我选一下。计划有变，人已经到了陆军医院，我这边已经安排好了。高海，哎，换完了。啊，对了，哪个号？这个吧，看我这个呢，怎么样？什么怎么样？这衣服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行，那愣着干嘛呀？付钱去吧。我要上厕所。妈的，大晚上你上厕所，不好意思啊。谢谢。坐。
你是，哎呀，小心点。冯处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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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认文书不认人，不愧是沪上政界的一股清流啊。多少爱没过去，一切都还